大家下午好啊，我是梁。今天是9月28号，气温依然炎热。看肉肉啦，布丁好红啊，真漂亮。桃子胶，好翠绿的果冻色。叶缘还镶着红边边，状态好极了。看看我的糖印，糖印也已经有红边边了，慢慢开始在出状态了，漂亮吧。而我的熊啊，依然是光杆司令。我女儿说看起来好像毛蜘蛛的脚哦。龙月这次长得不错哦，也慢慢出状态，出现粉红色了，叶心全部都开始变泛红了，好漂亮啊。来看看我的十二卷系列也长得好极了。看看，你看它的尾巴。看看，换你晒太阳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叫做紫蛮刀的多肉品种，紫色的紫，野蛮的蛮。刀片的刀，紫蛮刀又称为紫龙，龙飞龙在天的龙，它是属于菊科千里光属的多肉，
平常的时候，它整株包括茎叶都是呈现绿色的状态，但是到入冬之后，它渐渐叶缘会镶着紫红色的边，然后如果你养护得当，它整株是都会变成浪漫的紫色哦。来帮它换个漂亮的盆吧。种好了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我觉得很漂亮。我们来看看这两片叶子，它长得特别不一样。它的叶缘周围有一圈米黄色的边边，应该算是出茎了。而上面这个小红尖尖有点出状态的样子，整株如果状态好的话，应该都是紫色，非常漂亮。我们就静静的、慢慢的等它出状态，变成紫色咯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，记得评论、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